朋友们，你们好。对于各自的语色，我们每一位歌友呢，爱好是不相同的，但是绝大多数的歌友呢，都是喜欢灰色的，或者是雨点。也有一部分朋友呢，带白条的歌子。从打比赛到现在，有一些朋友呢，关心我那只佩戴6500元珠环的那只花鸽子，问他有没有子弹在参赛。我记得我在以前的视频里也说过啊，他有一个儿子一直在比赛。今天呢，我就向朋友们展示一下他的儿子。当时呢，他是出了一队的啊，还有一个是雨点。那只鸽子呢，我就没要了，就给他呢带了一个珠环，给他飞一飞看。头上呢也有是碎花啊，额头也是白的，你看后面也夹杂着一点白花。这只鸽子体型呢比较修长，身材稍微长了一点，有参赛的印章啊，一个印章是400公里的，一个印章是500公里的，最后530呢，由于他拉稀，我就没有上了。整体条件还是算不错吧，持骨也相当的紧凑，啊，样子是很好看的啊，长相还算不错吧。这只鸽子呢，180公里，因为到我家是194公里啊，180公里它飞了94米，300公里那样南飞的天气呢，当天我们歌会归巢只有1/3，它还飞了个94米。400公里它是10点多钟归巢的啊，500公里呢，由于那时候它已经水变了，500公里呢是第二天早晨7点来钟归巢的。这只目前我还没打算把它淘汰掉，准备了明年春天还给它呢飞一飞，让它锻炼锻炼。开工年以后呢，我准备找一只雌鸽让那个大花鸽子试一试吧，也只能说试一试，因为那个鸽子是牛眼，我本人呢是不喜欢牛眼的，因为看到牛眼不舒服，也只能说来一只母鸽子让它试一试吧。像我们养鸽子也没有什么经验，肉眼呢我也看不出来这只鸽子究竟怎样，拿它去和哪一只鸽子配对子弹就能飞成绩，这个我看不出来。前天还有一位朋友叫我，你能否转让一只你家的芬尼卡给我，它的子弹要绝对能在共同竞奖的那一种，如果我有这样的把握，它的子弹能在共同绝对的获奖，那我就不会转让给你了，知道吧，我自己拿去送共同了。今天我就把这只大花鸽子的子弹向朋友们介绍了一下，再见。朋友们你们好，很多地方的比赛呢都已经落下帷幕了，只有呢少数的工棚和协会还在进行最后的比赛。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，也是我们歌友们最忙活的时候，一个是淘汰鸽子，第二个是引种，引进新鲜的血液为自己的鸽子换血，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没有飞好都在引进鸽子。然而呢，有些朋友花了钱引进了鸽子，结果呢鸽子就没了。这段时间也有不少的朋友在问我，我刚刚买了鸽子怎么回家了它就生病了，是不是卖家把生了病的鸽子卖给我了。还有一位养肉鸽的朋友引进了20只幼鸽，他告诉我呢，现在死的只剩下6只了，他说卖家没有良心把生了病的鸽子卖给我了。这些朋友呢，他都是说别人卖给他的是生了病的鸽子。我问他鸽子回家以后是什么症状，他说那个鸽子回到家以后就是拉稀拉绿便，就买药给他治，治了4-5天还不见好转，有的撑不过去就没了。我今天呢有这个事情呢，简单的和朋友们说一下，新引进的鸽子我们究竟该怎么来养才能养好它。你买的鸽子是经过长途运输的，那么这些鸽子经过长途的颠簸和长时间的饥饿，消化系统呢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害，那么拉水便拉绿便是正常的。这个呢我以前在视频里也说过，因为鸽子在长途运输中长时间呢没有吃食物，它排出来的粪便其实
是胆汁啊，这一点朋友们就不要和我来杠了啊。最好的办法是怎么做？鸽子到家以后，把鸽子放在一个安静的地方，你不要拿回家直接放到你的鸽棚，放在安静的地方稍作休息以后呢，给它喂一点电解质干金水啊，最好是温热的，不是太冰的，因为现在这个季节有点凉了。给它喂过干金电解质以后，再给它喂一点小颗粒的粮食，最好呢是用超级酵素拌，或者是用顶峰活菌拌点粮食，让它少吃一点，三四天以后你的正常的饲喂。前几天你一定要注意不要乱用药，你不要看到了拉绿便拉水便就慌忙的给它去用药，越喂药越坏，到最后鸽子会不治身亡。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，我这只鸽子回来才三四天，你看我把它放在一个安静的地方，你看它现在的粪便啊，看它的粪便全部都是正常的，刚回来的时候呢也拉稀了，也拉绿色便了，现在呢全部恢复正常了。对于新引进的鸽子千万不要用药，用药你就在叫它死快一点。朋友们你们好，明天呢肥东信鸽协会又要举办一场友谊赛，一般的鸽友啊都认为呢比赛打完了家里还有这么多的鸽子，你说淘汰吧又不忍心低价卖掉，你说做种吧家里这么多也用不了，你说杀吧说实话还有点舍不得，有些呢甚至还是自己看好的鸽子，那怎么办？很多鸽友都一致的要求啊，要求会长呢再举办一次友谊赛。肥东信鸽协会这些年在我们郭会长的领导下，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，深得我们广大鸽友的信赖，州的县市各鸽友都把鸽子送到肥东去参赛。我呢虽然地理位置偏僻，但是我呢还是想凑一下热闹，送几只鸽子来去玩一玩。我首先抓的这一羽呢是环号是205，这羽鸽子呢它的父母一直在做保姆，从来没有参赛过啊，今年呢给他去参赛了，还不错。这几关比赛呢他都是在当日归的啊，希望他能够回来。随手又抓到一只，这一只呢是225啊，这个225是一只小雌鸽，这只鸽子表现呢一直还不错，每一关都是当天归巢，他从180就飞到了530，530到我这里是540多，也给他上上205 225，就把他们呢送去试一下，抓了两只鸽子去啊凑个热闹，一个呢205，一个225，这两只鸽子呢从190到530，这四站呢每次都是当日归的，不知道他们明天能不能安全的回来。向左前方行驶，注意不行交站。不能忘，你那狗尾巴摸都不能忘。你看的，你山上也有他。我们州总是有名的铁路斗明穴。张老板，张总回过头来望。对了，发了。